所以他们是整个抽换掉，当然用更把沙漠换成怪木，当然是更好。好，接下来的，如果想走出这个大门，请只要一个作业，然后拿出你的纸笔，然后呢，这边有这么多书，随便找一本，随便找啊，然后抄一句，哎，你觉得还不错的句子给我看。如果你没有纸笔，请你用拍照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你今天才不会入宝山而空手。你来到图书馆，你都没有去摸它，没有看它一眼，你对不起它。所以呢，请大家翻翻书，好吗？这什么书都有哦。好，那我就在门口等你。